不懂，说法啊，初转法轮在素体法，素体法啊，咱学佛的主啊，人人应该了解，了达素体基础，这是啊，学佛的基础啊。逆顺观缘起立，立地立体思考，修持法义六道，吼、哦！你那会当了解素体法了后啊，咱就知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啊，在咱日常生活中。所面对的人事物，种种的道理，咱也体会得到啦。不管是伫逆境中，咱应该知啊，人生啊，苦难偏多。但来到人间啊。爱别离也是苦啊，爱的代志求未到也是苦。伫真顺境啊，享受啊，富有啊，快乐名利地位，拢是真顺境。但是也是爱知影，顺境中啊。还是有苦的含义在，爱都有缘，有情，智慧时都有分别，别离的苦难，总是真艰难，就是爱分情愁啊，都是这么真多，修行者。一定要真了解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不管是逆境顺境啊，在咱的心要反观素体义气的道理，所以才有法度不增不减。在逆境来时。心未受逆境啊，去把咱拖磨着；顺境来时啊，也唔通呢，骄傲空空啊。这拢总是咱爱平时用心观察，有把咱的心过好啊无？素体道理呢，有住在咱的心无？所以正面一直讲无量义气，其实正面所讲的无量义气，咱哪会当了彻通达啊？那真多的法啊，不管是宇宙人间种种啊，迄、那个奥妙的道理。咱就会慢慢了解啊，看开啊，啊，通达啊，真的就是爱从基础了解，所以一点点甲大家人提起素体法，咱才会当面对着周围的境界呢，顺逆观缘哦，咱有这款的观念啊，外面的境界，咱来好好。去体会，安尼呢，才会当颗粒，就是这个道理呢，汇合在咱的心，心会当汇合道理，那就是通达啦。这条道路咱了解啦，该行无该行，是时候唔是时候，咱才会当清楚吼。所以啊。立地立体思考，前面咱讲过去，啊、哦，大家人啊，一智慧呐，亲像舍利弗，
或者是呢，大家人啊，智慧呢，哦，亲像迄个因果、独果吼，那会当亲像阿弥啊的智慧，真侪人啊，该觉我来啊，尽思共度量，咱敢无法度去体会到呢？前面的文，咱讲过去啦。所以立地呢，迄、那个最核心的修行者，伊呢已经是立地，从天地人间啊，无常的道理，伊知影啊，觉悟啦，所以叫做独觉吼。那独觉是最核心，就是分段生死啊，已经断啦。最后这个时阵，不过后面会变异，大家人应该我用几啊天的时间伫咧解释啊，分段甲变异，分段生死，会当头知影了解啦，哦，有修行啊，啊，会当了解天地。万物道理了解呢，四体法啊，等等啊，拢总了解，所以呢，会当专心精进修行，独善其身，安尼呢，就自在乎心，这就是立地的人。立地呢，已经是立体啦，体就是真理嘛，已经呢。也当了解啊，这个道理啦，咱看起来好亲像呢，是觉悟啦，思觉，好亲像觉悟。不过呢，还是要小分无明啊，也过也未尽断，那就是变异。这个心也过有小分无明。所以咱应该的，现在伫咧修行啊，最重要就是爱修己，发意六道吼。那爱行呢，就是伫六道啊。所以讲起来，六道是伫《法华经》内底呢，佛陀要为咱铺一路，先甲咱讲，咱过去已经有行啦。开始的道路呢，慢慢一直接近啊，来到这个所在，真正要接近佛，迄个境界就是开始爱走上这条六道吼，这个道就是一生，这一生的方法六种合起来呢，就是一生的实相。会当通到佛的境界，所以咱前面讲啊，就是最核心在立地的人啊，那树顶共一心，意亦无量劫，这么真多，已经有立地的人哦，大家人甲我来呢，伊的数量啊，亲像滴拿同款。这个十方刹化为定拿，那每一句的啊，都比如一个辟支佛吼，啊，辟支佛是立地啊，哈，这么真多数量的人甲我来啦，树顶这些人啊，甲我来共同一念心，来去体会佛地呢。啊，过用真长的时间，以亿无量劫，在迄个亿的劫，哦，真长真长哦。那欲殊佛实地呀，实在是莫令地消分，要会当真正体会到一点嘛呢，都还是呢，也过是啊，也过是一点嘛而已啊。所以讲起来，佛地呀。真正是真浩瀚无穷，佛地这么真奥妙啊！所以啊，咱爱知影方法，要安怎会当去体会？
这段文就讲啊，心法与菩萨共用无所不啊，了达诸义趣，由灵现说法，如多摩的位啊，充满十方刹，辟几乎的离地。遐尼正多的数目的人，甲我来无法度了解啊，会当了解佛地，那只是真小分，也阁无法度透彻。啊，即马呢，辟几乎啦，也阁无法度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发菩萨心的人，所以这段呢，就是比辟几乎再进一步啊。那就是心法与菩萨。菩萨已经慢慢要接近佛意啦，因为佛陀是自觉觉通觉性圆满啦，家己自度要去度他觉性圆满啦，所以修行啊，那是干那家己自利呀，安尼呢也唔是满佛意。所以才说舍利弗的智慧啊，辟几乎的理智啊，这样合起来呢，还没有办法体会。这现在已经到心法与菩萨，心法与菩萨啊，他呢，就是发心求法精进啊，共用无所佛。了达诸义趣嘛，已经呢，会当了解呀佛的意义，佛心所含的意义，佛陀所说法的意义嘛，开始会当通我体会啦。不只是会当体会，也过会当显灵说法咯。啊，亲像安尼的人啊。哦，数目呢，如多摩的位呀，就亲像滴瓦同款，产的滴瓦，一枝一枝的丢碎呀。搁再呢，就亲像迄个旱地的所在，所种的呢，迄个摩青摩，古早人织布拢总爱用这个摩吼。哇，嘛是拢真多啊，个德啊，这德位吼，较有诶德啊，这搁较多咯吼。正面就是讲，亲像德拿，即嘛都讲亲像德位，所以呢，愈来数字愈有愈多哦。那遮尼遮多诶菩萨，心法义诶菩萨。会当了解佛的心意，佮会当呢说法啦，安尼呢充满十方刹，遮尼真多啊，充满了十方刹吼。那这段文，咱来好好用心，佮再解分析。心法义菩萨，心法义呢，那就是指从欢喜地前的菩萨，菩萨有十地嘛？过去捌讲过去啊，开始发心，那就是爱欢喜心。Thank you.
你要做菩萨，就是爱真欢喜啊，自动自发啦、啊，要做菩萨啦、啊。看看咱自济人啊，啊，你哪会做个遮辛苦？无喏，足幸福个呀、啊！啊，你哪都爱咪做？啊，我足甘愿个呀，因为我做了足欢喜啊。所以呢，伊会当头破开万难呐、啊。就是啊，要做好真欢喜，那发心呢真甘愿，那这种呢发心甘甘就是甜的意思，就是付出呢无一点嘛苦的感觉，就是自愿呐、啊，发心入愿，所以以甘。甘愿做吼，那、哦、所以甘愿去做，伊无感觉艰苦，做了后呢，伊阁是真欢喜，因为呢，伊满足了家己的心意，欢喜付出，甘愿付出，那看到对方啊，已经呢有感受到啦，发感受到伊的心。对方啊，会当头受法欢喜，讲法的人嘛足欢喜的啊。苦难的人，菩萨所言因苦众生，菩萨呢面对着苦难的众生，唔甘呐，无忍心嘛，所以呢，伊付出，在困难的环境。伊都愿意去付出，看看天下全球啊，发心啊，人间菩萨自济人啊，遍布伫真侪真侪个国家，有诶伫贫穷苦难个国家，就亲像讲南非、非洲啊，生活真辛苦啊。治安阁无好啊！那有一群的人伫迄个所在，感觉到迄个所在的人会苦，所以用自济的精神啊，甘愿伫迄个所在付出，因无惜一切的辛苦，甘愿走入不同种族的地方。语言未真通顺啊，尤其是路是遐尼歹行，环境啊是遐尼垃圾破烂吼、哦，啊偏偏呢，迄、那个所在艾滋病的人阁是多啊，因呢都爱打开了伊的心嘛、啊，勇猛精进，唔惊遐艾滋病。唔惊路歹行，唔惊因为家境啊遐尼正脏乱呐，因为遮个代志，因拢想爱，甲这个心理，哎，这条路先铺好，心内无畏惧，向前前进，尤其是呢。在那个社会治安真无好，有的呢，自济人啊，互人抢啊，甚至呢，用枪打过啊，不可思议呢。亲像讲张技师，嘛是为着讲哦，啊，在南非有一回啊，水灾啊，安尼呢，一挂厝淹了了哦，咱呢。看到因无家可归啊，就去甲伊起厝，这个租借船呐，去甲伊建设起来。工程中啊，伊呢要去看工地，开到一台车，高人坐的车，开到工地去呢，伊呢油门紧起来，锁匙挑起来，落车啦。一路车呢，有一群呐，一少年人，穿到该倒来，安尼呢，要该提锁匙，
好，伊嘛是乖乖收拾的，好伊呀。提了收拾了后呢，伊个穿过安尼个带出去，哦，伊受伤啦。迄当阵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到底呢，伤在倒位啊？信息讲头壳啦，哦，还得了啊？安尼呢，到底安人安怎？无代志啦，哪有遐尼无代志的代志啊？这是头着轻伤啊，哪会当无代志呢？原来啊，就是迄个青子对这个目睭的边啊，安尼呢，擦安尼擦伤而过啊，总共是天六针，目睭无伤着。阁无伤着，你想，伫这个面部里呐，皮是拢真薄，只是呢，迄个青子敢那对这个目睭的边缘安尼个擦过啊，无代志啦。几工后呢，张技师转来，徛伫我的面前，我讲啊，你安怎？无啦，师傅，你看到安尼尔。啊，是安怎哪有法度安尼？我嘛唔知，我就是讲吼，啊，要快去快转来啊！啊，哪会知我搁徛伫遐去予医生看，拢总无安怎，敢那天六点尔定啦。我都问伊讲，你惊着吼？我有惊着啦，讲袂惊着，迄是骗人的，惊着啦。我啊，惊着安怎？啊！你敢有想要倒来台湾？伊讲迄唔通啊咯，遐还阁足侪人需要咱救呢。敢安尼都爱倒来？我讲你爱考虑看卖，遐的治安遐无好，你敢无爱考虑？伊讲师傅，我再阁考虑看卖啦。唔过呢，遐的人真正需要咱咯，看。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啊！问伊讲哦，遐苦难的众生是足多，虽然需要恁啦，啊，恁敢袂惊？会惊啦！啊，恁嘛是足辛苦的呀，敢需要搁待遐？伊讲哦，师父唔是讲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啊，发入心啦。苦难众生未了啊！伊呢，这个心愿还是同款未了。这种爱的力量啊，伊做得甘愿，做得欢喜。这菩萨啊，初发心的时，是啊，这么真坚固吼。所以啊，初发心意啦，就是啊。但心力未达坚固不退，其实呢，他都阿咱听到的呢，阿弥的菩萨心力敢是真坚固啊！所以已经呢，人间的菩萨啊，唔只是干那心法而已，世间呢纷纷扰扰呢，未动到伊的心啊，安怎会困难啊？都无有影响到伊，但是心法仪的菩萨都也唔知哦。心法仪的菩萨呢，就是发愿、发心，心欢喜、甘愿，要去做救人的工作。但是心力也未达啊，也未达到迄个坚固不退吼，也未到无垢的。听听都这呢，老菩萨真正是老神在在吼，和迄群的人安尼个围着，穿甲趴落去呢，伊嘛是老神在在啊。哦，这真正信心啊坚固呢，这种呢菩萨心已经呢，真正是发光发热啦，这一分的吼，这一分的菩萨的光吼，已经是。发现出来吼，那再来讲菩萨，都正是讲心法
新发意的菩萨呢，就是开始起欢喜心、发愿、发心安尼的菩萨吼，是伫欢喜地菩萨的初地啦。再来，真正的菩萨，那就是发大心嘛，为众生救无上道。故名菩萨，菩萨已经不是为家己修行啦，是为众生修行，所以为众生救无上道。过去嘛，捌甲大家人讲过去啊，佛陀是为众生来人间啊，现象成道，那为众生成佛，要那无呢？佛啊，从无数无数啊，无法度去算数的劫数啦。以前啊，都已经呢，伊的本性，如来本性啊，已经自在啦，不生不灭啦，不只是最好心，连变异呢，的生死都拢断除啦，何必都过来人间呢？我从头开始修行，其实呢，不是一生一世修行。《法华经》的开头，甘唔就写：哦，二万的日月定明分嘛，真呢，都已经要甲咱讲，佛性呢是遐尼真长远、长远无数劫以前，迄、那个原来就是。真如本性存在呀，所以来人间呢，就是为着一大事因缘，要度众生，所以来人间。诸佛是安尼，诸菩萨也是安尼吼。那不管是文殊菩萨，嘛已经是成佛啦；观世音菩萨嘛已经是成佛啦。跟随着佛陀来人间，所有的菩萨呢，拢是做道场的菩萨，拢是道家祖堂做释迦佛的度众生的大菩萨，是发心的菩萨呢。所以啊，是发大心嘛。现在人间呢，嘛是要给人带。甲人引导讲，安尼叫做菩萨，安尼呢，就是要接近佛，进入本性的道路，这呢是来做现这个道场的菩萨，这才是真菩萨吼。所以啊，发大心为众生救无上道。哪怕是新发意的菩萨，应该也爱有这份心哦，所以叫做菩萨。那菩萨呢，也是常常跟大家人讲，叫做觉有情者吼。那咱自觉也觉悟他人啊，觉有情就是伫因缘众生群中。菩萨佛是灭啦，其实人间呢充满了菩萨，都是伫人群中，所以咱请人人发心，拢咱改叫做菩萨啦。其实呢，即个菩萨群中啦，有心发意的菩萨，也有发心菩萨吼，真坚固伊的道心。都在伫咧讲诶，啊，即款诶环境啊，都对伊来讲无畏惧啊，也阁是勇猛向前行，真诶真坚固道心诶菩萨，即甲心法义菩萨都无共，心法义菩萨呢，可能道心也无坚固，发一个欢喜心啊，甘愿啊去做。有什么款的环境一来的时候，无定着伊退失道心哦。舍利弗啦，伊嘛曾经有过
花过了大心啊，哦，甚至呢，人讲我爱你的目睭啦，伊嘛甲目睭提出来啊，但是呢，堕落还阁无够，讲啊，我唔是爱堕落，我爱正落啦，他还要阁正落阁提出来哦，目睭拢无看到啊，那对方求的人呢，用动作啦，让伊知影讲。你的目睭哪会遮臭臭？甲蛋的涂骹用脚骨解安尼打开，有声出来。迄个时阵，夏利夫的过去啦，发过大心嘛，吼，当着这个境界呢，所以伊发愿，我干阿要修行尔，我无爱做菩萨，所以呢，伊生生世世拢也过伫行文中啊，虽然是智慧第一。但是伊无心想要做菩萨吼，所以佛陀讲伊智慧第一，但是呢欠了这份呢，为众生求无上道，敢那为家己求道啊。伫声闻佛的弟子中，也有过去心安尼发心，但是呢后来退失道心，所以发心的时真容易。定若讲发心容易啊，即款的发心容易叫做心法与菩萨，伊会当了解这个道理，伊嘛愿意发心接近佛的心意。不过呢，道心无坚固，嘛是会退道啊。但是呢，发心的菩萨啦，都无同吼，他就是为众生啊。求无上道，所以叫做菩萨。又搁在大心众生啦，就是用诸佛的道路来成就众生。那伊都讲佛的话啦，来成就众生啊，这叫做菩萨。菩萨呢，有发心的菩萨，有心发意的菩萨。无同吼，发心的菩萨是道家诸佛，都亲像文殊、普贤、吼观音，真多的菩萨啦，拢已经过去成佛过，那就是呢，再来人间引导众生正确方向吼，那这都是咱爱学的，但是呢，要到安尼的境界呀。儒家都讲啊，大家人呢有了达四谛的毅力也无啊，这个基础呐，拢了达了后呢，咱都爱知影六道，甲四无量心嘛，咱呢是婆罗蜜啦，作为咱一生实相吼，要度过凡夫的初缘。到圣人佛的境地，所以希望大家人真爱用心啊。虽然是心法义啦，但是呢，咱爱有坚固心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